不是他在微博上求男人，就是在微博上招助理给自己 PS 裸体写真的刚露露，一向语出惊人，行为大胆。这回他不仅是炒作自己，或是和他妈妈闹来闹去，而是拉上了一位明星，就是《非诚勿扰二》和《让子弹飞》中的廖凡。甘露露在微博上自曝与廖凡的全裸激情戏，据照两人在床上男下女上，十分露骨。